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说起老师呢，大家都一定非常的熟悉，因为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啊，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。教师呢，被誉为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，一直都受到人们的歌颂，以至于有很多原本并不是形容老师的诗句，也总是被我们用来赞美老师。比如说那句最有名的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还有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而说起老师的言传身教和对于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呢，则是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在历史上啊，众多描写老师的诗文当中呢，韩愈的这篇《诗说》最被大家所熟悉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《诗说》节选，唐·韩愈。古之学者，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一。生乎无前，其闻道也故先乎无知之；生乎无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无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复庸知其年之先后，生于无乎？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刚才我们朗读的古文呢，节选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《诗说》。文章一开始呢，就写出了教师的重要性，也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古代求学的人呢，一定都是有老师的。老师呢，是传授道理、教授学业、解答疑难问题的人。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，谁能没有疑惑呢？如果有了疑惑，又不跟从老师学习，那这些疑难的问题呢，终究无法解决。那些年纪比我大的人，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，我应该向他学习。比我晚出生的人呢，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，我也应该把他当作老师。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呀，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？因此，无论是地位高低贵贱，无论年纪大小，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。在当时，韩愈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韩愈文中的道，其实指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，而业呢，指的就是各种学业技艺，比如说六艺经传。看来老师自古以来就是既要教书又要育人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，韩愈正担任四门博士，主要负责教育达官贵人的子弟以及有才干的平民子弟。但是当时的贵族子弟对于学习并不重视，于是他写下了这篇文章，希望能够改变那种只重视门第而耻于向老师学习的风气。不仅如此，韩愈呢还广授学生，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。他对后生晚辈的提携更是不遗余力，像我们熟悉的孟郊、贾岛、李贺就都曾经得到过韩愈的教导和提携。学高为人师，身正为人范。教师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，他们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就像春风化雨，等到桃李满天下的时候，他们却只是笑而不语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
遵循孔孟之道，传授圣人之教，是历代先贤的毕生追求。正是因为有了老师的薪火相传，中华文明才能延续千年，历久弥新。在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老师的画作，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幅相传是王维所画的《浮生受经图》。画中描绘了一位体态清瘦的老者，正盘腿坐在案几后面，他的头发和胡子全都白了，身体瘦弱的好像一阵风就能够吹倒似的，两只胳膊更是皮包骨。只见他右手拿着书卷，左手呢在书卷上指点笔画，似乎正在给画外专心倾听的人讲解。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虽然他的身体有一些疲惫，但讲解时的神情却还是那样的慈祥又庄重，十分的儒雅。那为什么会出现画中的这一幕呢？原来这幅画描绘的是汉代初年的儒士浮生传授尚书的故事。画中的老者呢，就是主人公浮生，他本名叫浮盛，生是对他的尊称。浮生在秦朝时曾经担任博士的职位，掌管书籍文典，精通尚书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浮生幸免于难。多年之后，秦朝灭亡，汉朝兴盛，汉文帝四处寻找能够讲解尚书的人。浮生当时啊已经是90多岁了，不能远行，于是汉文帝就派了晁错前去向浮生求教。浮生这种为了传承文化而鞠躬尽瘁的精神，在后世也得到了传承。北宋张载就曾经提出了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。全画设色清雅，笔法简洁生动，画家在描绘衣纹时运用了铁线描的手法，画出的线条粗细大致均匀，像铁丝一样坚韧有力，使衣服有一种厚重下垂的感觉。画家用线十分的精准，人物的衣纹、皮肤、头发和胡须虽然都用线描，但是呢，线的质感是各不相同的。如果说文明是照亮黑夜的火焰，那么老师就是这火焰的守护者，又是火种的传递者。数千年的文明就这样在言传身教中代代相传。